的一个接触，希望大家经常没事儿来听听歌。但是呢，我有的时候啊，觉得一周三次是有点这个疲劳哈，然后，这个我就想啊，能，但尽量吧，我尽量把这个歌那个。让我们反正周六呢，你是不是答应我了？对，周六富豪答应我了，那个就是尽量出席。然后呢，平时我再预告啊，我就尽量给大家播，然后把这些老歌给大家能够唱一唱啊。嗯，谢谢薇薇。让你唱周杰伦。一会儿吧。嗯，你今天是独唱音乐会，我现在也不敢，你唱的也不少，我不敢张嘴，我张嘴就你来吧，我再唱一个吧，我再唱一个，我估计就唱不动了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减肥嘛，晚上吃的少，一到这点儿唱着唱着就已经饿了。谢谢大家喜欢富豪，谢谢。我唱一个周杰伦吧，我的。男神的歌。